我电话不能用啊。这样子 ，Pixel 跟 iPhone 15啊，你要买哪一个？你一定会买 Pixel， 我会买 iPhone 15。真的吗？你竟然要买 iPhone 15？因为它换 Type C 了。Type C， 我也可以插的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你就换它。对啊，美食街是地下室是吗？